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佩洛西众议长访台的严正立场。美国国会是美国政府的组成部分，理应严格遵守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承诺。如佩洛西众议长访台，将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，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，严重冲击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，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。如果美方一意孤行，中方必将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坚决应对和反制。我们说到做到。